今天来炸炸看张叔叔的虾排和张叔叔的花枝排吧。里面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穿好衣服了，所以是还蛮容易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炸。只是我觉得过度包装让 Apple 用的有点点对不起地球而已。好讨厌哦，夹层玻璃里面有油都不知道怎么擦。那它已经开始在炸了，我用的是鸡块模式。第一次9分钟结束，好像还不够，可能还是要翻面吧。那因为之前我两面都抹油了，所以我这次翻面就不抹油了。有看到油在跳舞吗？快要成功了，有一点香味了。姜姜炸出来了，220度，两面各烤8分钟左右。那我们来切切看吧。这个是花枝，这个是虾排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花枝，然后虾排，哦，虾排好红哦。好，待会来吃吃看吧。姜姜完整了，还不错吧？嗯，应该再摆一个绿花椰。那我们要开动喽。